Hello， 我是 Live Pipe 的威廉。听说之前你们送给我一些生日的祝福，然后联合了内衣少女的主编，然后给我一个生日的小惊喜，然后我收到了，非常的感动，而且这种精致的美编，那里面每一张祝福我都看到，虽然说有一些照片是一些不堪入目的，对我自己，有一些以前的照片啊，跟现在的，我觉得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感动。那你的祝福跟支持，我也会继续努力的。对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。